我这个星期练习有关对峙散乱的技巧。之前曾经提起到过七觉知，就七个能够帮助我们禅修的内心的品质。它其中有三个，特别是能够对峙散乱。这三个分别是清安定和舍。那舍的部分呢，我们会在以后另外做练习，今天我们特别强调清安跟定两个内心的品质。清安，清就是轻重的轻，安全的安，有的时候翻译叫以息。它的意思呢，就是指说，好比说我们的内心放下心事、放下担忧的时候，感觉到轻松，这样叫做清安。在经典很多地方都有提起到，清安它是定力发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身体的放松，身体的安适感，身体脱离开了被担忧、焦躁等等力量所干扰，它所呈现出来的清新的状态，这个叫做清安。然后七觉知里面的另外一个觉知，跟对治散乱有关联的叫定，就是定力的定，安定的定。它这里的这个定呢，有融入、投注、身心同摄、注意力变得高度的一致性，身心变得非常的安稳、稳健，这样子的意思。我们在做这两个的练习之前呢，我们先请大家做一点点暖身的运动，或是伸展身体，或者是深呼吸。检查一下自己的坐姿是不是端正的，有助于振奋，有助于斗志高昂。然后同时又是深度的放松的。你采取一个自己熟悉的、自己喜欢的，帮助自己身心沉淀下来的主题。像是正在放松中的身体，像是正在被安抚的神经系统。
要帮助自己提升清安的特质。一个很有用的技巧，就去留意生物回馈效应。在这里简单的再讲，就是说，我们放松的方式不是机械化的放松方式，而是一边尝试着放松，一边品味着，是不是真的有更轻松的感觉，就算只是一点点。然后让这样子的逐渐的轻松，这种具体的触感引导着自己，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更放松的正确的方向。你的身体能够更放松，能够更大程度的脱离开担忧、焦躁，那就越不会产生出散乱。要帮助自己加深放松的感觉。要知道怎么样的深入去感受身体内部具体在承载着压力感的方式跟位置，透过直觉去感觉。哪一个神经，它是紧绷的，它是在扛着重担的。那个想到自己世俗的责任、任务，会纠结起来的，会担忧起来，是哪个部分在承担？是哪个部分在纠结？精准的针对那个地方，让它和缓下来，认真的去探索不同种的和缓的方式，然后看一看这样的和缓放松的方式。能不能够立即的产生出比较放松下来的感觉？这样的过程是可以不断的深化的，所以有耐心，给自己很多的时间探索，让自己能够更精准的抓出小毛毛虫来，那些习惯性的造成神经紧绷、习惯性的让身体内在出现阻塞的，那些局促、那些紧张。感知到它的存在，觉察到它的存在，然后实验要怎么样子才能把它抛得更干净，才能更干脆的放下来。当你持续的这样子做，系统的这样子做，也就是说，全身上下内外，具细腻的去做这样的工程，清安的品质就产生了。
那是一个什么滋味呢？那就像是原本担任的事情，明天要考试，但发现到考试考过了，通过了，哇，不用担心了，舒爽的感觉。只是我们现在用心、用意志的力量，更细、更具细腻的、更延续性的，来培养这种清安的滋味。每次你用心潜入到神经系统里面，去放松，去找出那些紧绷的因素，化解它，你都在治疗着自己，都在增强着自己的观察力，增强自己的定力，还有很多的好处，包括健康上面，身体健康上的好处。如果身边接这个仪器，它是可以测得出我们的血压在降低，它可以测得出我们的脉搏变得更加的和缓，你可以感觉得到自己的呼吸变得更加的徐然，更加的舒适。认真的去找寻这些紧绷的地方，紧绷的方式，然后练习用更加干净利落的方式脱离开，放下来那些紧绷的地方，焦虑的感觉，担忧的感觉，你要能够认真的跟身体的触感相处，你才能够有能力精准的把身心引领向更加宁静、更加轻松的状态。如果在心里面有所谓的啊哈的 moment， 就是啊，原来这个叫做情感的滋味，就算是一点点，让自己熟悉它，多花一些时间静营在这个滋味里面，让情安这个好的特质有更多的时间来影响，来熏染自己的心。让这个历经沧桑的、承载着许多的
混乱的记忆的身体能够得到深度的休息，得到深度的治疗。这个休息不是只关闭我们的觉知，而是在清楚的觉知之下，可以感觉得到自己的身体在休息。因为有高度的觉知，所以这样的休息也感觉得到，它是舒适的，它是宁意的，它是有宁静的感觉的，它在神经系统的这个层次，在细胞的这个层次，在治疗着。接下来，我们来实验、培养、定觉知。一个有用的切入的方式，就是当我们的注意的对象变得简单化、变得单纯化，这个是有帮助于定力的。所以，如果心思混乱的人，要学习放下过去，放下未来，安住在当下。这个当下是一个 open-ended 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的，它是需要去探索的，所以你必须要尝试着更贴近当下，你必须要尝试着脱落、剥离记忆的功能、分别的功能，回归到那个单纯的眼前一瞬间的触感。再次的，这是值得探索的，所以不要只是习惯性的、机械性的触感，而是好像是从来没有真正的体验触感过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重新的认真的探索，什么叫做当下，什么叫做触感，那个觉知跟呼吸接触的那一瞬间，觉知跟身体接触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有多大程度是记忆里面的，有多大程度是现在进行式的，你要怎么样的能够贴近它，更贴近它。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你的实力的方式，呵护珍惜着定力，
用耐心来张扬。这个觉知全然的投入于处，这样的功夫。把清安和定两个觉知结合在一起，是很简单能够做的。一边放松着自己的身体，一边专注于正在放松中的处。或者是一边令身心沉淀，一边专注于身心沉淀那个过程所产生的触感。或者是安抚着神经，一边专注于神经正在被安抚着的触感。尽量的让眼睛休息，也就是说，不要闭着眼睛看着内在的电影，而是尽量的用触觉的方式来接近，来探索。尽量不要被内在的影像所打扰，而是更全然的品味着什么叫触。它是一个那么样的难以捉摸的一个经验，当下的触。可是当你努力的在接近它，在探索它的时候，定力自然就发生了。所以接下来的练习，再一次结合着清安和定，一边练习着深度的放松，一边全然的投入、融入于正在放松中这个过程所产生的触感。你能够用越密集的正念提醒自己，坚持着融入于眼前的工作，就越不会发生散乱。
越不会出现分心。所以提高自己的警觉度，全力以赴的练习深化自己的放松，练习用纯粹的触感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放松的过程，来调整这个放松的过程。
诸行皆无常，有生必有灭。不执着生灭，即灭安乐生。